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今天买点东西来陈哥家里。陈哥，在家干嘛？哎呀，你提那么多东西来干嘛？哎，顺手的嘛。哎呀，不要提那么多东西过来。阿姨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在干嘛？哦，那个就放这里，买副油，炒菜的油。别拿那么多东西过来。这是什么呀？黑豆，好玩哦，第一次见这个，蛮亮，蛮漂亮，漂亮，好玩，坐，外面坐吧，外面凉快一点，外面不凉快，外面这里坐，这里嘛，我每次来陈哥家里，我喜欢在这里坐，开风扇嘛，没事，就这里坐，之前这里是一个木头的凳子，那里好热，这里是一个。不，现在是不锈钢的，这里外面凉快，可以这里坐一下。你昨天跟小袁联系的怎么样？他说不过来，太远了。不过来？你没有诚意吧？人家上次过来了，你不多留他几天？想啊，我都想多留他几天，但是他感冒，身体也不太舒服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过几天去那边找他了。那你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？现在好一点。好一点。昨天，他有点拉肚子，今天没有拉了。能吃点东西不？现在。能吃一小碗。吃一小碗，那就慢慢休养啊。你也要多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，让他心宽一点。确实啊，要调理一下那个脾胃。我觉得也是因为大个城的事情，可能太操心了，有没有？也不全是的，他一直以来的吃很少东西。一直以来脾胃都不好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拍视频收益也低。跟大家说个事哈，现在。那个8月份中视频计划就要下架了啊，然后可能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创作者伙伴计划。我测试了一下，单价更低啊，单价更低，可能做自媒体这条路子不是长久之路了，我都要考虑要做其他的去了。不知道做什么好，好像做这个拍视频没什么收益。没什么收益。我是说嘛，大哥成要不在家置点业，能陪伴父母；要不然呢，去找个班上。你们这边附近有没有班上啊？有是有，嗯，但是在这里找不到老婆了。只能到外面去找了。那你要不等你爸爸身体好一点，你去云南嘛，去昆明嘛。也可以的，等他好一点再去。那个，你去昆明的话，我跟磊哥说好了。你上次不是也到磊哥那里吃了饭吗？去过。他问过我你有没有意向，如果说去了昆明，去他那里上班，他是开家具厂嘛。他那里上班的话也不会很累，现在活也不是很忙，重点是他那里包吃包住，吃住都有包了。他是小的厂嘛，厂里面就二三十个员工啊。你要是去的话，你回头在那边上班，至少有一份固定的稳定的工资，又能包吃住啊。回头你要是能拍点视频，你就抽点时间拍点视频。刚好小袁也在昆明啊，回头你们还可以。是吧？了解了解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可能啊。行。之前答应好的帮大哥城买摩托，我说实在的，以前我能赚到钱，我觉得买一辆摩托车没什么，但是现在我也挺难的啊。我觉得现在环境不好，我可能要辜负大哥城的。这个摩托暂时买不了啊，
你们要喷就喷我吧。老表呢，昨天带任朵回了江西，啊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恭喜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这边帮大哥城找老婆没有结果的话，我今天就离开这里了，我就回去蹭一蹭老表的流量啊，沾沾老表的喜气。那就这么说吧，啊，嗯，陈哥，等你父亲身体好一点，啊，什么时候去昆明啊？如果说你去昆明，陪小袁也好，拍视频也好，可能下个月去吧。啊，下个月是吧？那也没几天了。月底或者下个月。啊，我回头把磊哥的联系方式给你，因为你也去过磊哥那里。嗯。然后，你们聊一下。工资的话，应该他那里平均工资好像是4-5千块钱一个月，嗯，一个月还有几天休息，啊，可以的，至少稳定，而且昆明呢天气，它不热，昆明比较舒服，对，啊，然后又包吃包住，他那里请了做饭的阿姨，工作餐两荤一素，也不错了，就是离家里有点远，但是，不是为了方便找老婆嘛，啊，嗯，可以去跟。小袁联系联系啊，嗯，好的，啊，可以，那我今天就离开这里啊，嗯，回江西，我回去江西啊，嗯，因为最近啊我爸身体也不太好，嗯，我丈母娘身体也不太好，哎，这个天气反反复复的，嗯，都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也对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我也能深刻体验得到大哥城的难处啊。哈哈行啊，没事没事，阿姨，我回家了。你回家吧。嗯，走了。玩多天了。我回家有事。喂。啊。哦哦。嗯，那你们保重身体。哎。那个，我记得我车上有个红包。你那里还有没有水？有。拉箱水回去吧。不用，这个红包还是给大哥城。相亲的红包啊，那就不用了啦，给他有没相亲到？阿姨，这个给你一点红包啊，没事，谢谢你啊，拿着啊，买点好吃的。等会儿来我哈。好，有机会还来哈哈哈。再回我哈。嗯，好啊，保重身体啊，照顾好叔叔啊，辛苦啊。好，您坐您坐啊，我回去了啊，拜拜。拜拜啊，陈哥，嗯，你在家里好好照顾一下你父母啊，就是你父母年纪也大了，嗯，啊，那你自己找老婆的事情要上心，但是归根结底吧啊，不管老婆啊找不找得到，我们还是要积极乐观的去面对生活，啊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，所以我们还是要。好好的工作，好好赚钱，啊，嗯，赚到钱了，吃饱饭啊，孝敬父母啊，也对得起自己啊，嗯，老婆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啊，顺其自然吧啊，有合适的慢慢找呗，嗯，总会遇见。
上午开到晚上，900多公里，终于开回家了。涛哥说要来帮我接，不是说去尼泊尔吗？哎、啊？还是回来了是吧？就是现在的收益不理想，我要确实确实，我要回来搬砖了。好，涛哥，我们一起搬。你厂里还要不要人了？要，我那里现在坐了10几20个人在那里做电商的。我来你厂里搬砖，这不是搬砖，那不就是搬砖呀？啊，一样的嘛。帮你跑业务是吧？做电商呀，是不是啊？卖膏药，都可以。明天要试一下。啊，没吃晚饭，走、啊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啊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明天开始跟着周总混了，拜拜。走，这些东西。3天吃9顿。